苏郎，你还记得那日你从观心殿带回来的典籍吗？嗯，少了一本。少了哪一本？天罡秘籍。字是体大，我立马去告诉景瑟。 天罡秘籍，没错。天罡秘籍乃是我狐族最古老的还魂术，如今落在了国师手里，恐怕是会有一场浩劫。景瑟，趁着郭云深不在，你立刻跟我们走，回上古去。我对郭云深发过誓的，我绝对不会再离开的。景瑟，国师是北戎的奸细，北戎与我狐族世代恩怨数不胜数。 现在他妈手握天罡秘籍，我们狐族眼看要大难临头，你真的要弃我们于不顾吗？他既然是北戎国的奸细，潜伏于玄月国这么多年，筹谋之时必定使得两国开战，生灵涂炭。我们狐族如果要对付他，与其回到山谷，倒不如在此地与他周旋。山谷是我们的地方，易守难攻啊！这里有顾云深和他的顾家军，我们守在这里，赢面会更大。 锦瑟，我们狐族不能与顾云深并肩抗敌，这是为何？之前我逼迫你背弃顾云深，不光是人妖殊途，还有更隐秘的理由。原本我以为可以将这件事情就此隐瞒，但如今看来。 锦瑟，你还记得多年之前我狐族远征北戎打的那场恶战吗？好了。 国师，有本事你就上了我，来呀！哼，国师大人说笑，这生杀予夺，自然是要看圣上的旨意。我只负责让国师大人开口，说出实话。你潜伏我玄月，究竟所图为何？ 与玄月两国交战，我虽是北戎人，但仰慕顾贺将军威名，甘愿归顺，助他一臂之力。
也对我很好，战场凶险，我和他成为了生死之交。可我从未听我父亲提起过，你那时还小，又远在京城，但你父亲时常提起你和你母亲在边关，日夜都在思念着你。废话少说。 后来眼看就要打赢北戎，却突然出现一帮神秘人。他们男女老少都会法术，来北戎是为了一本什么秘籍？我和你父亲不慎卷入了这群神秘人和北戎的争斗。 父亲被推出来顶罪，好，你查也不查就说他叛国，那你为何没被定罪？父亲见识不多，提前将我离开军营，还将我的军籍抹去，以防我被追查。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处处为他人着想，所以我也没有辜负他。 相思如何启齿？情义字尽若人知，只怕你信我的太迟。冷漠缅怀一世，一向深知情难自持。问及心头憾事，浮上你的名字，刻在我心深处最痛的位置。 一眼立下的誓，何惧一世间对峙？哪怕明日命运将至，就消失。魂魄也偏爱到极致，燃尽玫瑰的花枝。我双手仍为你合十。一眼立下的誓，骄傲的不可一世。倘若我们没有来世，也恩赐。就相爱到偏执，就梦里到迷失。你是我前世今生相依之时。 情欲成痴，相思如何启齿？情义字尽若人知，只怕你信我的太迟。冷漠缅怀一世，一向深知情难自持。问及心头憾事，浮上你的名字，刻在我心深处最痛的位置。